OK， 下一个章节 Go。好，这个章节第五章，幽深之处。啊，从这边摔下来之后，看来有人想让我住院。耶，我们又回来了，又是笔记，抱歉，不想看。哦，破得更裂了。来，有没有新武器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应该是这个，诶，为什么没有？算了，先回去再说好了。对我是有必要的。嗯哼，哦，直接从这边传送，欸，这写三撇是什么意思啊？两撇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写一撇，这该不会是一二三章节吧？然后这个是初始点，欸，我可不可以躺在床上直接睡觉，然后就回血啊？可以吗？答案是不行的，因为其实我蛮想要把我血补满，但是他一直满不了，就很靠北。你看，好久没来了，你在哪里？哦，我们来去抽抽了，走开，让我去抽。我们钥匙大概有200的样子吧？这边。200钥匙，开一下这个好了，随便开，随便开。子弹，哦，开了子弹。抱歉，不小心连点按了2下，都被我用完了。我靠，加5000的有点多。欸，我发现啊，我这次获得的点数其实不多欸，还蛮少的，有点少，我个人觉得。不过没关系，9000嘛，我打算把耐力全部充满，再去点别的。9000多，好像刚刚可以点耐力，再给它升到4级吧，还是3级？好像。哎，对，真的9000欸，剩一下5级要30000，太好了，马上没钱。不过我可以跑更快了。我这个耐力有够长的，蛮适合我啊，我很喜欢这样跑。存档，Come on，Go，传送，回来喽，很高兴我回来。幽深之处，欸，这些都可以进来看呢。哎呦，这是怎样啊？没有手了，只剩下这样子的尸体。哎，不见了哎，靠呗！你这样消失，我哪受得了？哎，真的不见，我勒，怎么这样子？哎，又不见了，我已经错乱了哎，到底是怎样啊？一整个超级错乱，那位置又不一样了，就这样踢来踢去就好了。Oh my god！你不要突然弄我，你不要突然弄我，我他妈敲死你啊！吓死人了。还好我没有被吓到，林北不是被吓大的啊。这边看过没啊？这好像看过的样子。隐形的，干！我不喜欢，我被发现了。妈的，妈的，我要死了！干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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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居然没死！妈的，还不死！
怎么难打啊？哦，开门了，不错哦。哎呀，这是谁啊？别这样嘛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声音低嘞，怎么办？救救我啊！我救我，很恐怖哎！我靠，超大罐的这个加一千，走出来了。Looks like I have to get down. 快点让我回血，没有补血的，命在旦夕啊！我你嘞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老鼠会顶这个啊？我不懂哎、欸。为什么老鼠会顶一只奇怪的鬼东西在这边啊？好好笑、哦，老鼠会顶那个，第一次看到。子弹。还是没有补血的，我知道他再被抓一下，我就真的狙了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Locked. 没有钥匙。Need to find a key card. Key card. 没有 key card. 干死定了。有。Out of ammo. 有，我知道怎么打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原来要这样打、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闪光嘛。但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必须要自己再制作了。我觉得就变成说，做这个闪光很重要啊。变换弩箭，做这个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做好做满，做两只，这个也很重要哦。原来我可以做这么多、哦，所以说四臂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。这个四臂也很重要。我再回血，太好了。啊，四臂也必须这么做。如果站着不动会回血是吧？真的站着不动会回血，那我先不要移动好了。这个是只有简单模式才有的功能吗？该不会是只有简单模式才有的功能吧？好了，怎么会跟唐人来啊？我没有看错。所以装。我卡住了，开这里，有眼睛，四发一只，会打会打了，会打会打了，太好了，这只是真的会打了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，知道吗？我越来越强了。我觉得我先预备一下好了。要是他再出现，我就直接闪死他。烧掉，又怎么不能烧、啊？找到了，他要不要出来咬我？他不会咬我又怎么不能烧他、啊？我们已经拿到门禁卡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门禁卡，哦，自己打开浪路了，真好。死定了！算了，其实可以不用管他，你知道吗？浪费时间，我不如直接就直接刷，刷完就直接走了。是吧？何必在那跟他浪费时间？
有木有？哇，这直接坏了是吧？好的。我靠，这家伙指引我新的方向吗？这个人都不讲话、欸，真的是，哥哥不要这样子啊！我是觉得真的不必要这样啊！啊，终于可以走了，太好了！进来，进来，进来 ！Open！ 哇，居然这里什么都没有，要往哪边走啊？What the？ 这是要我偷窥的意思吗？喂、欸，门突然出现了，算了，不管了。是一次就中的概念吗？哎呀，好恐怖哦！可以不要乱叫吗？这是干嘛？哦呦喂啊！选错了意思吗？等一下，我是不是选错了什么 ？I'm so sorry。这是那个医生，这就是跟解谜有关系的。然后我又卡住了，好，各种解谜我懂，别吵别吵，这里的话，我真的不懂按哪一个哎、欸，退出，使用。这是给点提示是吗？尖锐的头疼，之后微血管扩张开始出血，自杀倾向，失去自我，变得像粘土一样，可以照我的形象从脸上说。哦，好吧。选这个，这就是失败的意思吗？他又去了，我又把他弄死了。所以说我都成功没有失败过、欸，哎，是这样吗？好像都成功了、欸，哎，这是另外一个，虽然看不是很懂啊。齿轮，四个还是三个啊？三个吧。墙壁上面是写三个齿轮啊。这个啊，对，这应该是成功的意思。我到现在没有失败过、欸，失败到底会怎样？我真的不了解。大成功，现在这是大成功的意思吗？哇哦！啊，不是大成功吗？靠北，不会你又来了吧？哎哎哎哎哎哎，莫名其妙解完毕了。哇、哦，我还以为啊、哦，你知道的，要打什么 boss 之类的。不过我印象中每关都会有 boss 啊。哎，他怎么在这里？他怎么在这边？居然泡在浴缸里面？乔瑟夫居然在这哎？哇！被抛到这里，我哩嘞，还好吧？Thank God you're okay. 嗯 ？I don't know what I am.
我不知道我怎么了，但绝对不是没事。是你带我来这里的吗？绝对不可能是我。哇，你该不会要变了吧？我什么都没听到啊！ Can you move? Can you move? Joseph， 干，还是要扶他呢？我不想扶他。治疗搭档按住空白键，不消耗治疗物品。That's much better。哦，原来是可以不会消耗自己的物品了，可以帮他治疗就对了。可是这样子的话，代表说他不能死，他也不会帮我们攻击。感觉好像超没鸟用的，就是一个累赘这样出现的，真烦！该死的累赘！我不想的预感。哇，还有枪哎、欸！这家伙有枪。耶，捡东西时间，开心。没东西，怎么那么暗啊？碎，还有吗？我就知道，哎呦，我就知，他应该不会站起来吧？我是不想浪费我的那个啦，我的火柴啊，我的火柴剩一个了。嘿美你好，走吧。被看见了，一堆，很多，一起烧，这样烧才爽嘛。我是没有火柴了啦，算了，还好解决掉了。这样打比较好打，一点火他们全部都挂掉。但是要有点集中，其实有点困难了，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快马加鞭，这里嘞，靠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谁会看懂这是干嘛的、啊？This looks pretty sophisticated. Why would they put a bomb like this? Do you think we can get past it? Stand back. Let me see if I can disarm it. 等一下，守城吗？守他的概念吗？我不想要守他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光守这个很浪费时间。希望你可以不要让我守。哦呦，过还好。Yes。我们的贴身助手实在太强了，超级厉害的。哦，这是哪里？哎呀，痛！哇，要是把我杀掉了，这是一个洗脑概念。哎，他变了，看他变了，感觉不得不杀了、欸。他是被洗脑才会变成这样子的、欸，完了，我该不会要跟他杀吧？哇你嘞，哎，又正常了，又正常了、欸。After Connelly，Look, let's just get out of here. There's something. 赶紧离开这个地方，这地方不对劲啊！ Yeah. 超级不对劲，超级。他还在咳，我赶快离开这里吧。感觉还有很漫长的一段路要走啊。好，上来了。他应该也会跟得上来吧，我想。
哇，好多东西哦，超爽的，捡不完的物资。耶，终于有火把了。他不上来是怎样？哦，他上来了。想说他不上来是要干嘛的？哦，这里有存档点，直接回去耶。哦，哦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复活是复活在这里啊？为什么？而且这里好亮哦。哎，这是我那个拼图，我只完成了两片而已。我们去开一下那个，开一下这个门吧。随便开，开个最近的。呵，5000，很好，非常的多。OK， 非常多啊，5000。哇，赶快存，赶快学一学。现在该学什么会比较好啊？治疗量吗？治疗量就要5000了、欸，生命值。啊，靠，别按错 ，no， 别闹了，大哥，快点。要学什么武器的左轮吗？武器的左轮也是不错的、啊。冲刺我们已经没办法点了，要30000。啊，生命加减升一下好了。近战伤害好像没什么太大的作用。武器我们可以做伤害加成，库存，啊，这个要4000，算都剩一下好了。命中率我有提升嘛，伤害提升一下好了。散弹枪的话，容量。这样可以多带一点子弹出来啊，变成4发。好了，好像要没钱了。我们还可以学什么？装填的时间、射速啊。哎、欸，还可以再学装弹容量6发，命中率升一下，1600。哎、欸，这个500，装填时间没关系啊，这个容量可以升一点。啊，没有钱了，太好了。哇，学那个生命是直接回血回满哎，好丢啊！我们已经学了，然后这个玻璃是没办法传送的，那个墙壁的那个是没办法传送的。